当你举起相机的时候，你就已经赢了。Zeugenkisten. Emotionen. Im Licht. Ohne Licht geht es nicht. Außerdem ist immer hell. Hell wie der lichte Tag. Wenn es mit dem Team macht,一年以前，他们问我，一个展示激情和热情的片，你会来拍吗？我想都没想就说，拍，一定得拍啊！就这样，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就起步了。然后就从上一个冬天，我们开始了，冬天喷火，春天跑步，夏天激光秀，初秋我又跟着滑翔机上了天。深秋再跟着小伙伴们在山上森林中的山地车道上飞奔，然后又到了冬天。一年以后呢， CEO 看了片给我们说， I watched it again and again. It's just great. Thank you. 顺便再帮我剪个预告片吧，我自己来发领英。对，就是前面那个预告片，正片请看链接。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年，对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说，对我拍摄的这群人的背后的这个企业来说，同样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年。所以呢，最后的片子首映是在一次管理层的会议上头，没有人想到这个片子会在这么一个接近年末的高层会议里面出现。开始之前，我们提醒大家，在座的各位麻烦打开音量或者带上麦克风，然后我就按下了播放键。五分钟过去了，片子放完了，然后又沉默了五秒钟，有人在视频会议里开始鼓掌。 CEO 说非常非常棒，然后呢，在这个会里没有什么然后了，我们退出了会场。但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听到了各种的反馈，比如说领导们就在刚才那个会里面强烈的对这个片子提出了反馈，说非常非常好，特别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但是呢，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来自于员工们，说这个片子充满了能量，渗入到了我的皮肤之下，让我觉得我为这个公司工作有多自豪。为 CEO 特别定制的预告片，我几乎把原片全部打乱，将所有的信息再次重新浓缩进了一分钟的视频里头，然后企业内部以超越平常的速度走完了审批流程。 CEO 在领英上首发了预告片，其他人纷纷转发，同时官方频道在 YouTube 发布了完整的微电影。它一共其实是五个小故事，里面传递的信息是一种激情和热爱，对工作以及生活的激情和热爱。主线是光，刚开始的时候是大家一起跑步，大家穿着这样的鞋跑步，正好是光的颜色，也是公司的企业颜色，就是橘红色。第二段呢是讲的是热情，喷火的安迪，他从小就玩火，他现在玩火呢是因为孩子们喜欢，是因为他自己喜欢。火是一种最原始的光，对吧？第三段是滑翔机，我坐着这个滑翔机，我跟着它飞到了天上。63 mit Schoke plus 1 Abflugbereit。但是它主要讲的其实也是光。首先，他是一个研究光的工程师，然后他在业余生活里面利用了光飞上了天。Durch die Sonneneinstrahlung erwärmt sich lokal der Boden. Das ergibt warme Luftpakete. Diese aufsteigenden Luftpakete nutzen die Segelflieger, um halt Höhe dann zu gewinnen. 第四段真正来到了这个企业生产的产品，那就是光和发光的元件、发光的芯片。这位 Tobias 他在工作之外喜欢激光秀，他为人进行激光秀的表演，在不同的活动作为光的工程师给大家带来的光一层层的铺垫到了这一段，光给人带来了欢乐。
2 Emotionen auf einmal. 那么高潮基本上是出现在片子最后的1/3左右，正好就是不光有了光，有了产品，还有了团队。在工作之余，他们一起到了山里面，我也跟着他们一块儿从山里车道上嗖嗖嗖骑了下来。Hey, wieder lichte Tag. 那么最后，光、产品和团队带出了我们的主题 ，Light is emotion。这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思路了。那么拍摄又用了什么器材呢？两台富士的相机 XT3 和 XT4 有好几个不同的镜头，16-1.4的变焦，16-55的变焦，16-80的变焦，23.2的定焦。为什么用了这些镜头呢？我会在之后详细告诉大家。另外有一个 GoPro， 有一架无人机 Mavic Air 和另外一架无人机 Mavic Air 第二代。我还用了一个手机，华为的 Mate 20 Pro。 大家如果能够在片子里面看出来哪几个镜头是手机拍的，欢迎在留言里告诉我。另外用了一个小型的机顶灯跟着我到处走，还有一个麦克风是 Rode VideoMic NTG。 一共拍了多少素材你们猜一猜？两秒钟之后我告诉你们吧，一共拍了222G 原始的素材，还加上一些周边的素材，比如说图片、音乐，将近250G。最后冲出来的片子呢，正片5分钟，大概600多兆；预告片1分钟，大概100多兆。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了。那么我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我知道我能。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经过的时间也很长，参加的人员也很多。然后我跟项目组的小伙伴们一起，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组织、制定计划、头脑风暴，怎么拍、跟谁拍、在什么时候拍、什么时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剪辑的过程当中呢，投入了相当多的思考，我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样转换、承接，然后不同的镜头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最后音乐能够怎么放进来。在好几个时候我感觉到了瓶颈，所以我就又停下来，又切换了一下思路，最后把它制作出来。因为我一直都知道我是可以的。最后的片子出出来之后，我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第二个收获就是我非常的确定了我的热爱在哪里。在热爱的事情上，人会有无限的潜能的，对不对？我还要感谢团队，一个人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这个片子绝对离不开大家一起的努力。器材并不是最重要的，并不需要最好的，但是要合理的运用，把最合适的器材用在最合适的地方，不同的机位、不同的拍摄场景和角度都要经过很多的思考和事先的布局。Stell ich auch meine GoPro da? Versuch mal zu spritzen. Genau. Irgendwo müssen wir waschen. 在拍摄和制作的时候，不要为了炫酷而运镜，不要为了运镜而运镜，而是要用合理的镜头的切换和镜头的角度来传递信息。动起来。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少即是多。我在剪辑的时候在好几个地方做了大刀阔斧的剪法，让我的视频最后看起来比较精炼，而不是拖沓。我希望大家的感觉也是这样的。所以少即是多太重要了。音乐在好几个地方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会在之后做一期专门的关于音乐和音效设计的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和体验一下。航拍和无人机从上面看下来的这个视角，很多时候是非常难以用其他的相机的角度来得到的，所以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精简而精确的运用航拍，不能够太多，它们是点睛的而不是主干。最后想说的是呢，我会把这个片子的拍摄细节和经验通过以后的节目分享给大家，一下一下的告诉大家我都是怎么拍出来的。而且这只是一段新的旅程的开始，我已经投入到下一个片子的制作当中去了。你要问我这是不是我最好的一个片儿，我会告诉你我最好的片儿是下一个。那么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好，我是阿空，欢迎来到极旅程素质三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第三段是无人机，第三段是滑翔机，
是 Mavic 20 Pro， 华为的 Mate 20 Pro。大家好，我是阿空，欢迎收看。数字三连。